我们吃了149串。Hello， 我在这儿夹了个麦克，也不知道声音效果会不会好一点。然后我现在在地铁站，准备下当趟了。在录的时候，先找个地方等朋友来。好多糖。这个镜头好像经常找不到我呀。但是，这个很好用，买两个吧。然后，镜头又丢了。哎。其实这个杆子还是有点重的，我到现在有点拿不动了。一会儿见。我们现在在去吃那个，就是香芋冰淇淋的店上，他们家的提拉米苏也好好吃。之前冬天的时候就去了一次了，然后现在再去一次，因为好像是有新品。小小的香芋的冰淇淋已经被我吃掉一口了，还有一个芒果的冰沙，上面是芒果果酱和真正的芒果，底下是冰沙，也被我吃掉一口啦。这边还有，这是芒果糯米饭，这个底下有，这应该是芒果果酱吧，然后那应该还有芒果的什么酱，我想先尝一口，好像是炼乳的感觉。哦，好吃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这个很好吃。那个椰子的小碎片，
在动的，我这个香薰一直在动，就上下晃，晃的有点大呀，问题是。打卡下一个地方了，我们继续在大街上走。这个小粉粉好可爱呀！果然半年后我就回来拍照了。一个问题发生了，我的耳坠不见了，它什么时候掉的我都不知道。太恐怖了吧！天哪，我们去排队吧！天哪，我不想排队。Oh my god！ 他们终于进来了，然后里面还有这么多人，人更多了，我排不下去了。他们排了一个多小时了，还没有喝到。我不想等了，我走了。我们去吃猪排。喜欢的一家炸猪排，就是吃过了之后念念不忘的那种。可以磨芝麻，可以磨芝麻。卷心菜米饭，这个酱一会儿可以把磨好的芝麻倒进去，还有一碗味噌汤，还有一个主动帮我打开筷子的男朋友。现在要去我们租的 Airbnb 了，他们家有只很可爱的小柯基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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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个小沙发，我们已经把东西放上了，然后这边还有个暖气，往这边走之后好大一张床啊，好棒哦，上面还有艺术的画，哇，它这个装修我好喜欢。我们在去找串串吃的路上，是一家新开的在国内超级出名的串串，这是多伦多的夜景。今天晚上是不眠夜，就是有一个艺术家的展，我们晚上可能也要去看一看。这里是 Art Gallery of Ontario， 是安大略的艺术馆，是我在这边最喜欢的地方之一。今天晚上可能是不关吧，你看好多人都在往里面进。不眠夜可能它里面今晚也有展品，所以就很多人会聚到这里。
是，我们先去吃串串，我想吃串串，走了走了。哎，我们找到了，就在这里。那我们走吧。数了一下，就是可能或多或少有点插入，我们吃了149串，嗯，然后还有一碗冰粉，他们家的那个小郡肝真的好好吃，就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就下去了。然后无骨鸡爪和鸭爪是我超喜欢吃的，就是吃火锅一定会吃的东西。今天还没有牛百叶什么的，不然百叶我们也要吃。然后他们家那个酸豆角我觉得太酸了，我不太行，我还是喜欢那种酸豆角肉末然后加米饭的那种吃法。但他们家牛肉或者猪肉包金针菇都挺好吃，然后那个包笋也很好吃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笋。还有什么好吃的？那个哦，对，牛肉包秋葵是我喜欢的，就是它给你一种不是跟其他都不一样的口感，是那种绵绵密密然后糯糯的在嘴里面，好好吃。还有什么？差不多。哦，他们家冰粉配料加的也很足，我看有什么醪糟花生啊、葡萄干啊、红豆啊，然后红糖加了很多很多，超级好吃。还有香菇。哦，那个黄子菇放到菌汤锅里面，菌菇汤锅里面，真的好好吃。哇，前面好多人啊！哇，我们来 zoom 一下，那 zoom 也很慢。哇，你看这么多人。然后今天晚上不是说是多伦多不眠夜嘛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在去其中一个灯展的路上。今天晚上因为人会特别的多，因为很多人都会过来，不眠夜是从晚上7点一直到明天早上7点，然后地铁很多线今晚都会免费开，很多路段也都要封路，所以今天晚上的交通和治安其实应该不会那么好。然后我们快走到灯展的时候再继续录吧。Find a place to post, burn a sign.